Calo.好虚伪呀、啊！被我抓到了吧。卡跑啦，怎么卡跑？这种批评都这个人到点多点啊，虚伪，真的好虚伪。我学生的边界啊，真正过程太恶了吧？嗯，录下。学生才来一张就行了。一张就行。来，拿十块就行了。你们鸡毛挑太香。假咯，然后钱就比你多。给再多，多给人包个钱又落出来。虚伪啦，脑壳。耶！嘘，有没凉鱼？继续听下有没摸耶？那饭好多凉。你老多一些，好点。你晒了吗？凉了。拍钱。拍下来了，虚伪的三句话。录影了。哎，录影还不错。丢到网上去，虚伪的三个。要么就发十元，发五元，如果就全部发八元啦。拿不起。拿不起。那校长的话，现在那里有三个，有十块、二十、有五十哦。六百。好小吧？不用涨价了。哈哈哈！一啦。如果能用上怕死了，快快快快快跟我这还没出个搞宣传的活动啊，我这几期有没有这个钱咯，那他这样去搞钱吗？好虚伪啊。我操！射手，射手，射手！哎，我鼓掌！哈哈，他没东西了。我带几只过来给五百了，这下。对啊，等我三个进球了，给五百啊！我也要捐。我自己了，我自己了，我自己了。不老哦，嗯啦，哇，喂，毕哥，你前天在挑衅啊？你没有来挑衅？那你啊？毕哥前天在挑衅啊？哎，个前天在挑衅啊？有你那个钱装装都跟东西不一样的，一个嘛，人家有那个钱。昨天有嘛？你初中还高中没有？高一，我的大概摸几个，是吧？七班。
好犀利啊！